我们就走到那个包间健身那个大堂开闸，一直没有威武的声音，一直没有，后面结果走到里面任何人都没有，好可怕哦。这个我一直这样子，然后我自己的意思一直要把它拉回来，可是它一直推出去，我越来越衰弱。有一个灵一直要占据我，就是它一直推我出去，感觉到有能量体在你旁边，我开始了。你在哪个？周一、周二晚上10点半，三立台湾台24频道，阿姐问罪。